开的世界，也是人生伴人的故事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台北一叔啊，郭明珠。今仔大家看到我这造型无？啊？什么？不是啦，什么哈利波特的这个麦教授？不是，就是有这种，不是，就是有这种，不是啦。吓，是仙德瑞啦？嘛不是，不是，不是，不是仙德瑞啦，不是。佮我看麦，不是。唔是唔是啊，唔是拢唔是，是又对啊，像又诶，你又诶，安尼对，大伯你又对啊，我就是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甲圣德瑞拉变作，迄、那个灰姑娘变作是迄个公主诶，迄、那个圣德瑞拉来对迄个仙女，哈哈哈哈，对啦，迄就是我啦，所以讲啊，你甲看，这人世间吼，啊真侪人都在想讲，哇，我有一个梦想呢，快让实现我的梦想未？对。啊，就是这样子超现实哦。啊，若碰到这款超现实的代志的时阵啊，心理就会下凡，会来满你的愿就对啦。啊，今仔这夜车内底究竟发生什么代志？是不是做超现实的啊？来，今仔看一下。喂喂喂！哇，你甲看麦啊，即卖本土剧啊，哇，灵魂出窍，哇，收视率有够红的啦！哇，你嘛较细声诶，咱即马是几点啊啦？你讲着这吼、喔，有一个叫做沈玉玲的哦、喔，讲伊一日到暗，迄灵魂嘛在出窍，迄收视率哦嘛是安尼，叮叮叮叮叮。哦，哎，你嘛较细声诶，即马拢几点啊？哎，但是你讲拄只讲迄哦，我之前嘛有看过迄白云伫节目顶悬讲迄灵魂出窍，哎，真正足奇卡的啊！足奇卡的啦，是乜啥啦？真是几点啊？讲话讲到大声声，哎，啊你不爱困，别人爱困呢，真半暝半，你嘛较好心呢？啊是啥？小声的啊！而且你们刚刚在讲那个灵魂出窍，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，好吗？请安静。哎哎哎，赵梦姐哦，那刚现在都要来哦。你想啊，我还有啊。问得好，我是。大家不要紧张，我本身是一个律师兼汽车维修员，这个班子是我用来上螺丝用的，很合理吧？正如我刚才所说，我是一个律师兼汽车维修员，有个锤子在身上也很合逻辑啊。安利哈，对啊哈，对对对，我就是这样。哎，我还没有自我介绍哈，你们刚刚问的很好，我是住在对街楼上信五民构建五告李豪的武律师。哎，等一下。不要叫我小五哥，我不喜欢。我们变大哥了，小三哥，小四哥，够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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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五月花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只有一个诉求，因为你们夜市吵闹，严重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品质，所以请你们马上搬走。你怎么样？你有什么意见吗？不用哎。好，白天不睡觉，晚上乱糟糟，信手拈来蟑螂蚂蚁，臭气熏天，我是高枕难眠。今天我忍无可忍，气急攻心，连隔壁邻居都猜到我现在的感受，马上搬走。你有什么意见？你好，不用哎，白天不睡觉，晚上乱糟糟，信手拈来蟑螂蚂蚁，臭气熏天，我是高枕难眠。今天我忍无可忍，气急攻心，连隔壁邻居都猜到我现在的感受。反正你们就是要给我搬走，我限你们三天三夜，三更半夜，三更半夜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我限你们三天三夜搬离这边，不然我会用一些法律途径请你们离开。这位律师真正有够厉害，当月铁气啦，
僵尸夺利啦，哦，人就还袂开嘴尔，就安尼吼，一句话就应一个应死去啊！我真够讲话，唔只安尼，哦，啊叫骂这骂那，啊叫迄个人嘴那塌的，啊怎骂骂的骂了，啊嘴呢叭叭，啊咚啊声安尼一个咚一个尔，哇，这声是咪叫车弄一下真正火花去？啊到底是安怎？更加关心一下。快点衣服也很像，脸也很像，好险头发不太一样。哎，奇怪，我头上怎么会有这个环呢？通常头上有这个环，就代表……啊？难道这我跟他，这就是所谓的灵魂出窍吗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快开啊！啊！我爬起来跟我大声写一下，你嘛拜托我哈，我袂因为你遐臭屁，尖酸兼刻薄啦哈，现世报，你咪出去酒干，你听到没？听到吗？你又骂你啊！你听我讲话，我操！你讲话怎么这么坏啊？哈，你才会有现世报，我都已经被撞到，你还这样讲话，你到底想干嘛？你讲伊讲话真正有道理啦，快甲救啦，再救起来，伊都干要干干阮走诶！好啦，上来要救啊！刚刚救起来！你们这么吵，当然要干您照啊！不干您照，还要干谁照啊？真是算你有良心啊！哎，您今麦上重啊吼！哎，今日来打电话叫救护车啦！你是有抗议气无啦？你这个人现在胖胖的，真的还蛮有良心的。这是什么医师啊？拜托哎，是卡119。对嘛？你来知？哎呦，我最近点了卡。啊，你点卡119啊？对啊，我最近烧烫伤啊。我来卡119叫救护车来给他救啊。啊，而且烧烫伤哦，上重要是啥物？你知道？上重要就是讲，即马韩国迄方面哦，一角银都无赔我啦。但是即马上重要就是讲哦。人的一生中哦，真歹拄到一摆烧烫伤哦，尤其面积这么大哦。但是拄到烧烫伤，也袂使讲家己衰啦吼，都爱记住五字原则哦，冲脱泡盖送哦，这个冲哦上重要，一定要这伤口冲冷水冲20分钟至30分钟哦，一定要冲足哦。啊，一挂人烧烫伤哦，拢拄到讲啊冲啊5分钟啊差不多啊啦，咁袂使，袂使啦，一定要冲到满20分至30分，这最重要哦。冲五分钟，面顶冷啊，下骹佫上火皮啊！对，哎，灼热会佫起来。你若冲有够久，对你以后伤口复原会足重要哦，还会记哦。难免啊，幕后坐一坐啊，前面不够人，还是要出来演戏啊，对不对？医生啊，医生也是啊，对啊。哎，医生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没有人想知道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艾玛。哎，艾玛，多好听啊！来，跟爸爸妈妈讲一下，说在这边很好啦，放心啦。来，跟爸爸妈妈讲一下。嗨。哎，爸爸妈妈不要担心，这边这个大家庭很好的哈。好啦，不要冲下啦。啦救人，你干好事，你讲话要用心来啦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救人，快点，
咱讲实在，伊演到足好，你甲变过伊阁无笑，夸夸过来。哦，无笑无笑，来见，跟住跟住，笑无笑。都灵魂全走出来吼，啊，结果就尾发现着讲这夜市啊内底人吼，哎，啊其实拢真老实咧，啊人嘛真好咧，啊结果吼，伊的这个肉身呐，哦，伊搁一个这个呀，送去咧病院当中啊，搁去有车去弄着，你看一个人真正有较衰到安尼啦，衰到吼真正白白净的，啊到底落尾搁发生什么代志？来，紧去甲关心落。不了当嘞！哎，你妈，不好意思啊，刚才才跟你爸爸妈妈打过招呼啊，现在啊，马上让你受伤了，不好意思，再跟爸爸妈妈讲声没代志啊。没代志啊。嘿啦嘿啦嘿啦！啊，你 A 妈妈哈，欢迎 A 妈到我们这个工作团队，掌声鼓励。加油加油加油！你妈，阿弟叫啥名？不重要，不能不讲。哎，辛苦你了。完了不啦？哎，叫叫叫叫叫！哎，叫叫叫！哎。你不要讲即马安怎？即马是安怎啦？即马我讲即马上重要就是吼，啊加叫一台救护车啦！哈？对啊，而且等一台救护车来的话，我就真的完蛋了嘛！哎呦啊，没关系，我在电视上面看过，灵魂出窍的话，就是把我自己的魂，然后慢慢慢慢慢慢躺回去我自己的身体就好了。我来试试看好了。哎呦，无啦，阿人你卖好卖啥啦？我就紧张的，我就紧张的。哎呀，你太紧张了！我就紧张的，你嘛想结婚？你嘛是嘛？你想结婚我啦？哎，卡在叮当嘞！哎呦，哎呦，哇，我打开这里啊！哎，手把在叮当嘞！哎呦，哇！哎，拿不起来。人一生中哦，第一天内底叫弄两摆哦，那是足衰个。但衰个人比伊较衰，就是迄个艺人郭子乾，伊在韩国当为了泡面，都叫用烫的。哎，讲过了，讲过了，真的讲过了。怎样？我讲上重要，上重要就是韩国饭店，甲即马一身五里都还袂赔哦，郭子乾呐。哇，真好厉害啦！你这个韩国人，你连这郭子乾钱你都赔袂起无？你是要来干？哎，我这听你的，郭子乾，对啊，这郭子乾那种比，哎，有影有影，郭子乾，未使安尼啦，讲 OK 了哈，讲完了吗？好好，讲完了哈，我们还有另外一件更重要的事要来处理。啊，重要的事情对不对？你要跟搬出夜市啊，马上三工以后的代志啊。
郭大姐，我是我跟你叫的。等一下，你们误会我了啦！你们误会我了啦！啊，我知道，我已经讲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已经误会我了，要注意听，不要这边分心了，好不好？现在好熟了，那两尊讲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我知道你们人都很好啊，为了要感谢你们救我一命啊，所以我把天一空啊，所以我暂时呢。先不告你们哦，也暂时先不干你们走哦，好，我会干温照啊，对了，就是刮温照啊，怎么不干？对了，我就想刮零刮零照啦，我台语也不是很会讲，而且呢，我要把我一个月的薪水500万，请你们呢喝排骨汤好不好？我捐出来，喝排骨汤，加油，加倍加油。请客，敢那你足大方的，但是你袂使趁排骨汤的头客流，即摆有代志，你才来要请得排排骨汤啊！一阵子是袂使。没关系，等他回来的时候，我继续请你们了，好不好？假面鸡，不看你们吃，不看你们吃啊！谢谢你们。那没事的话，我先走，但是你们记得放低音量，小声一点。好，我先走了，好。哎，水蛋！小等，不是怎麼了啦，拜托，你唔通怪人家嘴啊，就听讲你一天啊去弄三摆。哎呦，好不好？记得哦，小声一点，低调，小声一点。好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刚下，别小声了啊！谢谢，多担心，谢谢。哎，恁不听过一句话，火烧山去烧着狗啊？不是钓狗啦，不是人讲钓狗安尼啦，去烧钓狗，烧到狗遐去，迄个狗啦，嘿啦，啊，这意思上就是狗死哦，杀尔嘛无命啦，哦，我讲安尼可能你敢无了解，我若是讲国语哦，你就较明了啊，哦，唇亡齿寒呐，都喙唇无语，你啊喙齿完落去涂骹看是安尼，啊喙齿就无通保护啊你，哦，所以讲狗死杀尔吼，啊都无命。啊，是讲杀尔完了找另外一个狗就好了。啊，非是就是讲哦，大家也互相的意思啦。像这个四大夜市哦，啊，进前吼就咧吵闹闹讲，跩这個做生意爱去看嘴，那无则无多安静。但是你也想看卖啊呢？哦，当初时是只居民先搬入去，啊，遐做安静的。啊，落尾有一学校伫个遐，学生囡仔拢来，所以嘿，真侪咧店家啊，拢伫遐咧开商店，哦，那无就是开一挂吼，迄卖食的有诶无，哦，所以才欢迎。啊，即卖哦，啊，你甲看出，啊，欢迎就无啊，方便嘛无啊呢，要食啥拢无啊，看一摆呢，哦，所以讲啊，大家爱踏实上，啊，有这个四大夜市的繁荣，啊，佮有这个啊，大家安静，我来做。所以讲你看。啊！伊来这个啊卖食的吼，这个白烟的系统啊做好哦，啊卖做甲生活，啊大家吼啊有一個安静啊有，啊欢迎嘛有，便利嘛有，安尼唔真好，所以爱大家沟通一下吼，啊就非常感谢那个服务员，我服务员一下，我未甲你挂机啦，你卖甲我挂就好，也是人生吼，都感谢你，啊有在注意，谢谢。